这个有一个人是跨两边的张冠，跨两边。啊，这个我这个，哎，这个等于说我在美国来两个阶段的朋友，是不是？这个江田、陈明德、汤独小了，哎，张明德对，他这个先生人在台湾，这个不能来。这是我当年在 Stanford 的朋友，所以在这个90年以前的。哎，不要忘了你弟弟啊。弟弟在哪？三年到现在。那个是几十，那个更久了。更久了。这个张卓安是唯一跨这个两个阶段。跨世纪。跨世纪。然后剩下都是这个。笑闹。剩下都是这个搬到 BMA 以后的朋友，你知道？所以跟你们这个。哎呦。还点蜡烛啊？是什么意思？到9:30。才这个30、60、290，这个有个原因，所以今天请大家吃，除了告诉你说，哎，290，还没加出来。哦，都这个月，这个月生日。啊？是不是都这个月生日？庆生会。是你们俩70加60。是两位70。对呀，70。这个60，他跟我同年的。哦。不晓得还有没有这个，好像还没有了。60、70的，你加起来共250啊！我请一定会来，我们庆祝大家，我们290。哦，OK。是吗？60、60、70、70，在哪个地方？圣莫斯科。对，圣莫斯科那个圣玛丽。圣玛丽。对，我去了。好吧，80年，有没有叫所有人都来？外面还没有人，外面还有，请他们进来嘛。少已经自己不好。来了，你唱给我，因为我在拍电影啊，你们可以。在这里剪，我以为你这不上镜。真的吗？拍电影啊。我们在原来坐在这里，然后才搬到华盛顿，87年搬过去。这样子。我以为重新搬过来。我们原来在这里，87年搬过去，90年又搬回来。290，你过60岁还要找2个，70岁还陪你。哎呀，不陪我，我们自己年轻。哎，少奇，当时老就老了啦，哎呀，嫩了啦，大势已去了。是卢伟荣这个讲了很久，是好不容易 join 他senior citizen， 哎，等下要唱完才 OK。先点啊，先点。坐六望七啊。啊，坐六望七。坐六望七俱乐部。这个是不肯认老的一个，这个数目是，哎。没了。你看这个 senior 就比较聪明一点。你这个是 compliment。30岁。啊，唱歌了，唱歌。今天有经验。对对对。瘦婆子在那边呢，瘦婆过去。他不是我啊。30，我感觉他30了，30。好，您先唱。您唱，对。我这个人来庆祝30已经。哎，老崔那个谁。老崔啊，来，急，不需要了。老崔，急。老崔，唱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不错。我还没有搞清楚你那个290怎么来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又在问，没有意义。